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HSK 二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3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我们家有3个人。我们家有3个人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他唱歌很好听。他唱歌很好听。二，你们谁会回答这个问题？你们谁会回答这个问题？三，下雪了，他们在外面玩。下雪了，他们在外面玩。四，你想吃哪个苹果？你想吃哪个苹果？五，他在教室里，他在看书。他在教室里，他在看书。六，我们今天有篮球课。我们今天有篮球课。七，你们两个听我说。你们两个听我说。八，他的狗坐在椅子上。他的狗坐在椅子上。九，要不要喝杯牛奶？要不要喝杯牛奶？十，丈夫开始学习做饭，他很高兴。丈夫开始学习做饭，他很高兴。第二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最喜欢踢足球。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最喜欢踢足球。
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五题。十一，洗洗手，准备吃饭。我正在洗呢，怎么没水了？十一，洗洗手，准备吃饭。我正在洗呢，怎么没水了？十二，你怎么了？生病了？没关系，我就是有点累了。十二，你怎么了？生病了？没关系，我就是有点累了。十三，谢谢你，多少钱？我看一下，是53元。十三，谢谢你，多少钱？我看一下，是53元。十四，你们两个离电视太近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十四，你们两个离电视太近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十五，是不是不下雨了？不下了，天晴了。十五，是不是不下雨了？不下了，天晴了。现在开始第十六到二十题。十六，你来看看，现在怎么样？右边有点高。十六，你来看看，现在怎么样？右边有点高。十七，是你的手机吗？是，我找到它了。十七，是你的手机吗？是，我找到它了。十八，要不要我帮助你？好吧，这个路真不好走。十八，要不要我帮助你？好吧，这个路真不好走。十九，你让我再睡十分钟吧。再睡十分钟，你看看几点了。十九，你让我再睡十分钟吧。再睡十分钟，你看看几点了。二十，这是您女儿，
已经六岁了。是，时间过得真快。二十。这是您女儿，已经六岁了。是，时间过得真快。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，你那个朋友开出租车很多年了？是，他从七年前就开始开出租了。他们在说谁？二十一，你那个朋友开出租车很多年了？是，他从七年前就开始开出租了。他们在说谁？二十二，我们的电影票是下午几点的？我看看，是四点的。他们下午四点去做什么？二十二，我们的电影票是下午几点的？我看看，是四点的。他们下午四点去做什么？二十三，今天的报纸看了吗？我忙了一上午，没时间看。难的是什么意思？二十三，今天的报纸看了吗？我忙了一上午，没时间看。难的是什么意思？二十四，我那件白色运动服呢？你看见没？昨天晚上我洗了，穿别的可以吗？男的在找什么？二十四，我那件白色运动服呢？你看见没？昨天晚上我洗了。穿别的可以吗？男的在找什么？二十五，我在路上买了些水果，你去洗几个？我不想吃。我给你洗一个吧。男的怎么了？二十五，我在路上买了些水果，你去洗几个？我不想吃，
我给你洗一个吧。男的怎么了？26。你男朋友是你的同学？不是，他和我是在中国旅游的时候认识的。女的和男朋友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26。你男朋友是你的同学？不是。他和我是在中国旅游的时候认识的。女的和男朋友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27。今天你考得怎么样？没考好，后面的几个题我都不会做。男的今天考得怎么样？27。今天你考得怎么样？没考好，后面的几个题我都不会做。男的今天考得怎么样？28。再买些鸡蛋吧，家里可能没有了。别买了，我中午已经买了5斤。女的为什么不买鸡蛋？28。再买些鸡蛋吧，家里可能没有了。别买了，我中午已经买了5斤。女的为什么不买鸡蛋？29。张先生，你说的是哪本书？那本，不是左边。是右边那本。他们说的是哪本书？29。张先生，你说的是哪本书？那本，不是左边，是右边那本。他们说的是哪本书？30。医生，这个药怎么吃？每天晚上睡觉前吃一次就可以了。女的在哪儿工作？医生，这个药怎么吃？每天晚上睡觉前吃一次就可以了。女的在哪儿工作？第四部分，一共5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。是这儿吗？不是，是这儿。好，谢谢。男的要写什么？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。是这儿吗？不是，是这儿。好，谢谢。男的要写什么？
现在开始第31题。31。你们学校有多少老师？200多。那学生呢？学生有3000多。这个学校有多少老师？31。你们学校有多少老师？200多。那学生呢？学生有3000多。这个学校有多少老师？32。还没到吗？离公司太远了。没呢，是很远。你每天坐公共汽车去公司要多长时间？40分钟吧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32。还没到吗？离公司太远了。没呢，是很远。你每天坐公共汽车去公司要多长时间？40分钟吧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33。喂，您好，刘先生在家吗？他不在家，他还没下班。他几点下班？他5点下班。那好吧，我今天晚上再打电话。刘先生几点下班？33。喂，您好，刘先生在家吗？他不在家，他还没下班。他几点下班？他5点下班。那好吧，我今天晚上再打电话。刘先生几点下班？34。你妈妈现在身体怎么样？比去年好多了，她让我来谢谢您。不客气，你也帮我向她问好。好的，谢谢您。她妈妈现在怎么样？34。你妈妈现在身体怎么样？比去年好多了，他让我来谢谢您。不客气，你也帮我向他问好。好的，谢谢您。他妈妈现在怎么样？35。一大桌子菜，我们吃得完吗？没问题，晚上我爸我妈来。我说呢，你买了鱼还买羊肉？快准备米饭吧。女的为什么做了很多菜？35。一大桌子菜，我们吃得完吗？没问题，晚上我爸我妈来。我说呢，你买了鱼还买羊肉？快准备米饭吧。女的为什么做了很多菜？
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